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同埋无双主持阿 M， 有马二啊，系啦，又到咗呢个日子啦，就系、是、一年一度，我哋又系讲 figure 啦，即系呢个 Wonder Festival 啦。咁今次就系2016年嘅森马啦。咁呢个咧就喺、是、之前举办嘅，就系、是、7月24号幕章，系啦幕章。咁啊，不厌其烦咁讲多次啦，因为我哋用嘅图咧，主要就系嚟自一个 blogger 啦。咁呢个叫 Current News 嘅网站度嘅。咁但系佢嗰个 update 程度咧，就唔系。只要剪出完就即刻出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等到佢出得比較齊之後，先會開始講啊。咁呢個就係點解個節目會 delay 咗成都差唔多一個月啦嘅原因啦。咁但係咧，今次我哋第一隻講嘅咧就同之前唔同啊。我哋今之前第一次講，通常都係講啲 LL 啊或者 Concord 啊、南 Collection 嗰啲嘢。咁我哋今次咧就調翻轉，我哋講另外一個人氣系列啲先嘅，講呢個 Idol Master 嗰邊先嘅，或者正確啲講啦，你可以話佢係灰姑娘系列嗰邊啦。咁呢只咧就係神奇男子嘅一個奇怪 version 啦，一個中二病嘅主角嘅喜歡用噶啦，喺一個長尾之染機 version 啦。咁呢只 Elta 阿爺嚟，咁啊2017年賣1:7，未知道嗰個實際嘅發售日期啦，同埋價錢嘅。咁呢只一如以往都係我哋偏向會選取嘅一啲類型啦，就係、是。有翻唔上花巧嘅，亦都系我哋最常讲嗰句就系话有 Elta 嘅味道，你配得上嗰个水准系啦。咁点解咁讲咧？嗱，呢只仲系白件嚟啦。咁嗱，首先咧，其实同我哋上次讲 LL 嗰边咧，某几只系似嘅。其实 LL 今次都有摆嘅。我哋上次讲过啦，大家可以听翻旧嘅，或睇翻旧噶啦，喺 YouTube 嗰度就系讲真机嗰只比较花巧啦，或者再之前嘅就可能话 Cordoli 嗰只啦。咁呢个前。两届分别出你嘅一只比较花巧嘅 LL 啦，今年都有嘅啦。咁但系呢只咧就一如以往啦，有翻 Elta 有嘅所谓嘅嗰啲 lace 边啦，即系嗰啲裙啦，或者系嗰啲衫啊头饰啊。咁所以其实呢个女角佢本身设定嘅定位啦，系呢个 version 嘅衫咧就好 fit Elta 做嘅，同埋背后嘅羽翼啦。嗱，呢个好得意。如果你话整 lace 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蝴蝶嘢咧。Elta 又好，或者 GSC 又好，我谂你讲十年前啦，已经有其实同而家嘅水准未去到话好大嘅分别嘅，亦都冇好大嘅再进步嘅空间嘅，比较上限咗。正如我哋喺咪后都提到就系话，周街都仲有 Saber 呢啲嘢系可以无限抽、无限货金、无限出 figure 噶嘛，就同师傅唔同啦。呢个冇耐问题啫，系呢个唔系今日嘅讨论空间啦。咁但系咧，你会发觉嘅 Saber 咧。等于我哋之后讲嗰只都好啦，其实冇一个太明显话喺一个衣饰上或者衣理上有一个好大嘅令你惊艳嘅感觉嘅，即系就算你话非同系列嘅，我谂都系可能话喺 UBW 剧场版嗰只林系会大家系有个印象深刻啲出嚟，哇咁嘅样嗰只嘢咁样，咁过往年你都系要 backward shift 翻去比较旧咧，有类似咁样嘅嘢，其实你会发觉好旧噶啦，就应该系一只系。Hobby Japan 当年佢一个至上限定嘅 Saber 女仆嗰只黑 Saber， 大家睇嗰啲飞嗰啲 net 片嗰啲，可能都会见过有人 Facebook 有好事。咁其实你可以比较翻就系过往都系 Elta 出嘅嗰只嘅呢啲咁嘅 lace 边咧，同而家嘅 lace 边咧，其实就真系冇乜分别嘅。即系你可以话佢嘅水准系保持，咁但系咧佢有冇得再去深化去再去靓咧？其实就冇乜噶啦，因为其实已经做到好靓。嗱，哪怕呢件系白件，咁其实你会知道就一如以往，佢出呢啲咁嘅嘢咧，佢嗰个上色喺呢个位嗰个选取咧，佢都会偏向有一层讲得俗套啲啦。你可能话就有少似嗰啲护发素嘅感觉，模型少少啦，就好似打层银色底或者金属色底落去，然后先再加白色咁嘅感觉嘅。虽然佢都系胶嚟啊 ，anyway。咁所以其实佢整体而言咧，佢系做一种偏向近似丝质嘅 lace 嘅感觉嘅一啲裙接嘅。当然啦，呢只未上色啦，我好难讲系咩。咁但系喺呢个位咧，一如以往地会有个信心喺度嘅。头先你话 lace 而家咁好咧，因为佢已经去到尽头，佢基本上已经反映一个实物嘅程度。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再做得好啲，基本上冇噶啦。除非件衫嘅质素，或者衫嘅设计上会有啲突破。如果唔系佢反映现实咁做嘅咧，其实唔会有乜分别咯。你所讲嗰件衫嘅质素上，你想讲嘅系，即系佢裙嘅设计，其实佢应该，我唔知佢系咪跟翻游戏嘅 CG 啊，即系话可能即系手机 game 个 CG 咁整啦。即系佢设计件衫系咁样嘅，咁现行嘅衫系咁样，佢照做翻出嚟，佢做到好似好宜身嘅实物咁样。咁其实呢个水准咧就系，咁你好难要求佢再做得突破啲，因为件衫设计到咁样嘅系。但其实如果你话裙咧，佢就未算话去到嗱，因为其实好呢只比较尴尬嘅就系、是。我哋唔知佢裙下面有几多层，你见到下面应该仲有层底裙嘅，见到
即我见到呢个角度见到啦。系啦，你唔知佢有几多层，因为其实你会知道就系话好 common， 你着一啲到膝头以上左右嘅裙啦，佢有时出边会有多一层嘅，咁即系正常中间嗰层啦，即系女仆中间嗰层啦，或者佢一个偏向似一个围裙嘅感觉啦，有条正裙啦，可能下面有多层底裙，咁但系底裙咧，佢未必会做一个好厚嘅效果嘅，或者有啲系佢其实一个窄身嘅设计，佢唔系话你好似出面条裙可以有扬起嘅感觉，系啦，或者有另外一种咧，就系做类似系底裙，但其实佢系安全裤嘅，打底裤、嗯，但系佢打底裤咧个边再捆多层 lace， 嗯，系啦，会有几种唔同嘅做法嘅，或者系佢做嗰条底裙咧。就唔係貼住條主裙嘅，佢係不斷瘋狂就接，好似千層酥咁樣。咁依個其實就偏向前者嘅，佢就貼近主裙，就唔係下面再屈好多層咯。咁當然啦，嗱佢下面有機會係再屈嘅，但係而家睇唔到，咁所以答你唔實，係啦。咁但係 anyway 啦，你屈唔屈千層酥依個就係、是睇你角度問題，你有冇人喜歡係喺下面嘅角度啦嚇？依、這個就唔係依度今日討論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對比下去咧。好 common 有个问题就系呢啲位置就系条裙好长，甚至你可以话呢只咧嗰个手袖啊都好长嘅，因为条手袖嗰个手袋位咧，其实都系重 lace 嘅呢啲袖接嘅感觉嘅。调翻转，其实件衫就比较弱，件衫系贴身嘅上衣咯。因为其实咧佢呢个角色啦，嗱佢身材唔算话啲好夸张嗰啲嚟嘅，咁所以其实佢件衫咧都系偏细件同贴身咧，佢唔够一个位俾啲 lace 做大佢。咁所以其实佢系一啲好细嘅 lace， 反而如果你话咧喺个技术上同过往嘅有分别，就系话佢点样喺一啲好细嘅 lace 嘅袖接下面都做到同大嘅一样嘅效果，即系等于好简单啫嘛。你去改一只模型，我俾你1:60你改，俾只 MG 你改，俾只 PG 你改，好多时候你好做一啲细致位系容易过你攞只1:44去改噶嘛，因为你嗰只要做翻同样嘅精细度，嗰只人系要好细好细好细噶嘛，咁所以其实。调翻转而言咧，其实一个几尴尬嘅位嘅啫。你要做一只咁细嘅肩位嘅 lace 啦，胸嘅上面同下面啦，嗰两个位嘅 lace 咧，其实嗰个位系好薄，又唔可以厚，但系你又要做到嗰种质感，然后带有一种薄嘅感觉咧，反而嗰个位系最难。同埋，其实如果你再转少少角度咧，嗱，我转翻一个正面少少嘅角度咧，你见到啲腋下位咧，你会发觉其实佢其实都有少少留意到呢个问题，所以其实咧。你在女性的 figure 度，你是很少见，就是话佢会在嗰个腋下做一种偏向有肌肉的纹理嘅。即我当然不是讲话好健硕嗰种 muscular 那种肌肉啦，佢系一种人体正常有的肌肉，但系佢又不是一种女体曲线，你觉得有人嗰种嚟嘅。即佢又不是你睇嗰啲男子戏嗰啲，即系附翻嗰啲锁骨位，佢系调翻转，佢系腋下嗰个位置。佢做嗰度咯，佢血液口应该系强调翻件衫，你见到咧，攞佢嘅腋下同件衫嘅中间嘅透凹位去做到件衫种立体感。即系你好少见就系话一只女性嘅 figure， 你会做一只类似有老鼠仔嘅感觉噶嘛？佢做嘅有少少偏向系嗰种感觉，咁呢个其实系好少见嘅。咁所以就我期待就系话佢上完色，嗱上完色呢啲位其实唔会太明显嘅，除非佢特别打阴影。但我觉得个机会好细，反而在意就系话佢喺呢啲露出嘅冇 lace 调翻转单调嘅部分，即系譬如话，其实你见到噶，佢喺嗰个肚脐嗰个位对上咧，唔明显嘅，好淡落得肋骨，但系有喺度。反而其实佢嗰个人体嘅线条嗰个位咧，肌肉嘅纹理佢系落咗喺两个 shoulder 嗰个位嘅，两个肩位嗰个位度。咁呢个我觉得会系比较期待佢做出嚟实际嘅效果，上色之后系点咯。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就係頭先阿有物之前都有機會提過嘅，就係話佢多咗對翼，或者叫做後面嗰皮嘢啦。你簡單啲講，我要知係翼定布咧，定布頭嗰啲演出嗰啲嘢。唔知啊，咁佢叫掩肌啊嘛，咁掩肌後面跟啲乜嘢？咁我好難答你。因為我哋冇背部呢一啲身上，冇睇到背脊嘅係。通常呢啲咧就有時係啲外插組件嚟嘅，有都或者可以有時可以掹出嚟。咁呢只佢實際上賣家嗰陣係點，我就。唔知啦，咁但系有一只好似近期都翻出过嘅，咁应该就系格斗 game 嗰只 Dels 啦。咁嗰只我谂系较早之前啦，
你可以话系 Elta 过往出嘅有一只巨大翼类型嘅嘢嘅始祖嚟嘅，即系近年嚟讲啦，你话依近呢十松呢年嚟讲，咁呢只咧个感觉好似，但系个 size 就细好多，因为嗰只就黐线噶嘛，嗰只个翼系有两只，然后每边都有个人咁大噶嘛。咁呢边就对比下去就得个身咁大，其实就细好多嘅。咁唔会系一个大盒咯，因为嗰只系好怪噶，嗰只系一个好窄长嘅盒嚟噶。如果你有买过人，或者其实佢有再返嘅，佢有翻出过嘅，即系啱啱好似应该今年嘅事嘅。咁但系呢只就未必会啦，呢只应该系正常，你可能一比即系一箱六盒嗰种咁嘅盒嚟嘅啫，就未到好夸张。咁我谂其实佢都要跟翻嗰张狮子啦，佢唔可以话夹硬做到一只好大只嘅嘢出嚟。但嗰对嘢有个特别效果，即系头先你话啊，佢上半身好似冇咩啲咩就照花纹，因为佢我觉得佢咧想将上半身嘅嘢执重喺对翼嗰度，即系你见到嘅由左手会向前递嘅时候，咁左手空位用咗另一对翼去补翻呢个空位，就将啲纹理集中喺表现喺对翼嘅嗰只散开嗰种气势上面会系，即系我觉得佢会谂咁嘅考虑咯，会系。咁但系 overall 嚟讲呢只就。都算是水準之作嚟嘅，我覺得即係似翻 Elta 過往一如以往需要有個我哋所謂嗰種質素啦。咁我哋下一隻啦，下一隻就變翻 LL 啦。咁 LL 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包括呢個話題人物嘅 Honoka 啦，話題人物啊，唔係話題角色啊。咁呢個跟住就係呢個係正常啲嘅，呢個係咪 Ellie 啊？呢個係啊，會長啊嘛。我係唔識解 LL 啲嘢，係我就係識 figure 啫。之前有幾次都講過啊，其他角色會咁佢話出齊噶嘛，咁今次出到 Ellie 啦就。其實佢應該出曬噶啦，我記得就。我印象中好似未出啊，巨魚副會長。阿希佢出咗噶啦，今次有剪嘅。好似有見過。今次係有剪嘅，但我哋唔會講咯。嗯。係啦，我哋就淨係攞呢只嚟講咯。係啦，咁呢只就同上過往嗰兩次咧都有少少似嘅，就係。佢有啲似真機嗰只，溝埋花樣，唔係花樣，花樣嗰只林啊，定係林啊？林，我記得是但溝個，即係佢顏色同埋件服裝嘅風格就比較似真機同埋阿林定花樣，唔記得咗啦，即係真機嗰件係黑色，係咁佢有啲紅色嘅花邊位嘅，咁依個角度嚟講係似蝴蝶結，應該係確多啲嗰只，同埋頂帽咧，頂帽真機嘛都係。頂帽就好像有超過一隻有帽的，那我又很難答死你是哪一隻。我不是 fans 有沒有講錯我不知道，我現在沒有特別去 check， 但我記憶上是。那你說這隻呢，其實你又可以對比回，正如我們講過一開始的位置先，你的近鏡先去回架底，你再想回剛才那隻呢，你就明白我講什麼了。這隻它是它做個翼下，它這個是做一個弧位下去的，佢唔同头先嗰度，头先你见到系一条三分线咁样噶嘛，开三叉噶嘛，好明显系喺佢嗰个肌肉嗰、那个，即系老鼠仔对上嗰嚿嘢啦吓，嗰嚿嘢度会有嗰个线条喺度。咁但系呢个就冇嘅，呢个做翻一个好普通你睇开女性角色 figure 嘅膊头位嘅。咁所以其实呢个就睇到之前嗰只嘅分别啦。咁 OK 啦，变翻去翻一个正常啲，你去翻一个大嘅角度去睇啦，咁样都系 standard 嘅。standard 嘅在于就系话。佢個系列不嬲都係咁，咁你會見到佢嗰啲細部啦，例如話蝴蝶結啦、手嗰啲袋位啦、揸住嗰支咪嘅咪頂嘅花式啦、頂帽啦，咁其實同過往幾隻咧都似嘅。正如頭先阿有馬提過啦，佢同真機嗰啲問題就係、是、都係以一個黑色，不過佢依個溝埋藍色啦為一個主調啦，然後配咗一啲紅色或者係啲金邊嘅飾物。咁同頭先我哋之前嗰只我哋估嘅一啲喺一啲處理 lace 嘅方法一樣嘅，因為其實大家都係 Elta 嘅出品啦。你見到其實佢嗰個蝴蝶結嘅顏色，其實你見到好明顯就係我哋頭先講嗰種，佢係偏向似一種睇落去似絲質嘅感覺啦。咁、所以話呢只就好貫徹地係 Elta 嘅效果嚟嘅。覺得有趣嘅地方啦，就係佢件衫，佢件衫嗱，你可能話。冇乜特別啊，即係如果你話對比翻其他嗰啲嘢，唔係好特別啊。咁我反而在意咧，就係佢件衫有個好特別嘅位嘅，就係我又好少見 Elta 咧會喺個心口咧做啲唔平衡嘅位嘅。呢個係影嘅角度嘅黑色衫上面啲透光頭啊，都係。係啦，我又覺得好奇怪，因為我都換過唔同嘅角度。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嗰個皺褶喺一個接近胸部正中間嘅位置咧。我又好少见 Elta 做啲咁嘅 figure 嘅，亦都喺呢个系列度应该冇任何女角，其他个八个都冇呢类型嘅位置。唔系，因为你指呢个位咧，好明啦。你指呢个位咧，我觉得
真係可能影出嘅時候反射嘅就係。但我見到超過一張相都係咁嘅，我又覺得佢嗰位真係係凸起咗。但如果你咁凸，即係左邊凸右邊唔凸嘅話，咁咪所以我就唔明啦。定係睇錯咗，即係反射嘅啫。嗱，你唯一可以講點解無厘頭有個凸位呢，就係因為佢隔離有粒樓。佢系两粒楼夹住中间嗰个位附近嚟嘅，所以嗰啲位可能后面嗰件底衫折起咗。佢喺第一粒啦，反起咁第二粒楼咧冇嘢喎，好正常喎。系啦，所以我咪话唔明咯。呢、這个唔通就系 L L 嘅七不思议之一系嘛？有冇噶呢啲我唔知啦吓。即系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好奇怪嘅位嚟嘅啊！点解从来我都冇见过会有个咁嘅处理嘅咧？即系你咁讲系唔啱，即系暂时系谂到点解会咁样整啦，即系应该唔啱逻辑嘅系。即系问我最多顶多同你讲话呢个系反光嘅啫，应该照啲嘢啫。吓、啊，我唔知啦，我又唔系 fans， 我又唔敢得罪 fans。咁呢个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咧，呢、這个就系我觉得好奇怪嘅地方嚟嘅。咁就算系 fans， 佢如果跟 CG 图即系、就是、立绘画嘅，咁佢正面观察角度应该系直个头望住嗰面啦。你应该唔会望得个空嘅，理论上。睇你望到几近咯，我会答你系，因为你都要明啦。始终话 OK 啦 ，figure 拆咗张。白紙之後，嗯、你會 check 噶嘛？咁、你會 check， 你都係問咁問嘅啦。有啲人係、即係所謂嘅驗屍佬啦。咁總會係望到好近嘅，咁點都會睇到嘅。我又覺得，即係當然啦。你話 as a whole 嚟講，成隻明唔明顯咧？你唔打燈咧就唔明顯嘅。從來就接依尾嘢，我覺得即係佢又唔係做到好光位，因為其實你會發覺就係佢件衫唔係一啲重光位嘅感覺。嗯。亦都做到个效果系好薄嘅，咁所以你喺咁嘅基础底下出嘅就接咧，就几明显下嘅，因为佢件衫本身薄啊嘛，你唔可以话系一个好纯就接嘅，佢系似有啲系凸起嘅感觉多啲噶嘛。就算你话，所以见到件衫其实佢除咗就系咬腰嗰个位嘅有就接之外，就冇其他位有就接噶嘛。佢后嚟嘅右手骨就都冇咗啦，系啊，冇，即系好少咯。所以对比下佢，我又觉得话，咦，点解呢个位咁怪嘅咧？就是那个原因咯。咁但如果你话我哋撇除呢个位啦，我哋唔再讨论啦。佢 overall 成只佢嗰个光位嘅反差咧，系落得几少见地好嘅。因为好多时候啦，我谂近年大部分呢啲作品咧，你唔会见到一个女怪包到好冚。嗯。咁佢一定有肉位嘅，肉位就唔会反光嘅，除非你系另外一啲厂啦，嗰啲出嗰啲黐立立板啊，或者模拟啲唔知乜嘢嘅话，咁佢会反光系佢嘅事啊。咁所以其實你要反光得咧，就一定要有衫包住嘅，基本上嗰啲位。咁嗱，依只咧其實恰巧地咧，其實包嘅位係偏多嘅，即係睇落去你覺得好似唔係好多啦。但係其實佢嗰啲位係梅花間竹嘅，即係佢有啲位係反，有啲位又唔反。咁所以成只 overall 嚟講咧，喺嗰個光感嘅效果上咧，我覺得就近年嚟少見地係做依個咁嘅效果。嗯。咁所以依個係都係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嚟嘅。咁我哋跟住咧，可以跳去下一间厂阿玛卡尼。咁其实佢出嗰啲嘢咧，今次就又系有少少个人感觉嘅。呢、這个我读咁读啦吓，呢、這个 Nivita 佢出下嘢啦。咁其实即系之后都会动画化噶啦，嗰啲咩七大罪啊，即系神清啊嘛，七大罪七个都可以系色欲嚟噶嘛。咁就系呢、這个百花缭乱好耐噶咯。百花缭乱系好耐噶啦。咁我谂大家可能话喺本地嘅展览啦，可能喺。动漫节应该都有，动漫节而家应该冇噶啦。定 CV 啊 ，CV 总之香港一定 CV 你去亲 Hobby 嗰边就一定有佢噶啦。你无论系买福袋、抽任何嘢，咁总会见过嘅。咁除非你同我讲你冇去过 CV 嘅啫，系啦。咁啊，或者冇去过嘅，下年去下啦。咁应该都仲摆紧呢啲嘢喺度嘅。但系问题嚟啦，佢标住话扭身十兵卫，但我睇呢个样子，我唔觉得似系咯。我认得佢啲剑之外。咁咪死火啦！你咁快觉得唔似？真噶、哦，依家嗰几柄剑，我觉得系佢之外，个样真唔似佢。你认到把剑？第一，佢可能系剑鬼；第二，佢可能系伊达正宗，所以未必一定系扭身十兵卫嘅。唔系得扭身十兵卫，依家绑咁多把剑啫。你肯定？唔系咩？是但啦，呢、這个唔系今日个讨论范围。咁我嗱，我谂你觉得啦，佢唔似嘅原因系咪觉得个头发唔够红咧？只眼大个头，我唔明点解嗱。好聪明，你都明点解会攞一只出嚟讲啦？过往啦，如果你话以依个画师，佢过往你话佢喺 Neutral Plus 画嘅嗰啲旧年代啲嘅画啦，或者你话佢可能喺 Queen Base 嗰个系列画嘅嘢啦，或者可能话系而家画动画化嘅七大罪又好，
百花撩亂又好，或者幫一啲做一啲插繪又好，其實咧隻眼個比例佔塊面咧好少有咁大。第二塊面冇咁圓，尖少少嘅，好微細，除你睇開你會慣。當然你要話舊年代嗰啲隻眼係更細嘅，而家係話大咗，咁所以你話哦，咁佢隻 figure 繼續大上去，你可能話呢個係趨勢。咁但係咧，如你要明白就係話，佢過往嗰啲的確係冇咁大。我過往我仲係講緊係過咗10年之後啦，即係我唔講嗰啲零幾年嗰啲啦。的確係冇咁大嘅，咁所以咧第一個感覺其實係大咗啲嘅。咁但係另外有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近年依個畫師出嘅 figure 啦，即係佢出嘅女角嘅 figure 啦，其實都多咗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做嗰個眼嘅效果或者做個人樣嘅效果咧，其實就比過往係好嘅。咁當然啦，你話技術依樣嘢就不嬲都進步噶啦。咁但係隻眼大咗咧，就比較唔知點解啦。即係如果認真啲睇咧，即係我唔計頭髮佢隻眼真係大之外，頭髮佢毛咗係細咗噶。我唔明點解可能佢因為之後佢就手要舉起把劍啦，咁可能咁嘅情況即係頭髮壓細咗，因為見到啊右手隻上臂彎到嘅下臂彎壓住個塊面嘅頭殼嘅右側，跟住另外把劍再放翻低嘅時候會壓到頭嘅左邊嘅時候，我話佢咁樣就搞到佢唔敢整個頭髮太大。跟住谷細咗之後，夾到而家又好似夾細咗個頭髮之後，咁你塊面大咗，隻眼大咗會係。頭先有嘛？你講個頭話大咗定細咗啊？塊面係大咗，頭髮細咗。呢、這個 exactly 就係你發覺到又係一個好啱嘅地方啦。咁我照直講啫嘛，即係你當佢得評價個 figure 嘅時候可以咁講。唔係評價個 figure， 個重點係評價就係話依個 figure 快過程入邊出咗啲咩問題啊？如果大家我哋之前我錄新翻，我哋有提過啦，譬如話佢而家喺嗰個。魔装校园 H 乘 H 嗰度啊 ，Hitachi 咧，佢过往嘅做法就系个头大啊嘛，个头大，只手有个身细，低角度望过去，咁佢就系典型就系个头大，个胸大嗰类嚟嘅。咁但系咧 ，Nivita 佢嗰类其实系咩咧？块面细，头发眼翻大，令佢合乎翻一个正常嘅比例。佢系面细嗰种嚟嘅偏向，嗱唔算好面细，但系其实系略细嘅。咁所以其實咧，你睇翻有時佢啲 figure 咧，好多時候你會發覺佢係好少短頭髮嘅角色嘅，甚至乎係冇嘅，一係就長，一係就散開嘅，冇短頭髮嘅基本上係。咁其實你會發覺就係佢就要 balance 翻佢個面嗰個問題。咁所以就如果依只咧，佢塊面又拉大啊，隻眼又拉大啊，咁所以其實咧就有少少怪嘅。除此以外咧。你话喺个身体做上面啊，做嘅其他位咧，我觉得 O K 嘅。除咗有个最大嘅问题，就可以话系呢只角色佢个设计啦，喺呢个 version 啦，唔适合 figure 化嘅问题咧，就系话佢太白啦，粉沙，佢成只太白啦。因为其实过往咧，佢出嘅类型嘅角色啦，偏白或者偏多呢啲，即系纯白色为主调咧，其实个胶感好重噶。我觉得是佢雕嘅纹理唔好，即系见到婚纱条腰嗰啲束嘅位又好，后面条裙同埋佢绑住啲剑嘅嗰啲结又好，其实我觉得好粗疏啊。点解你会咁讲咧？佢唔系一啲好雕琢、大量嘅细部嘅人嚟嘅。其实你见得明显啲咧，佢系一种用色上俾你嗰种感觉好强烈嘅画师嚟嘅个类型。咁所以就系咧。如果你是一种用色强烈的画师，然后你用了一件纯白色的设计去做呢，然后再去将它做 PVC figure 化呢，那那种胶感呢就会很重。那不是说个 figure 的错，不是个画师的错，是为什么会揀这只 figure 化的问题。那当然你可能说它有人气你要出这个 version， 那合理的，但是你说做出来的效果好不好呢，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咯。因为佢始终就系话调翻转啦，正如头先我哋所讲，佢七大罪全部都可以做色肉嘅。点解？因为我露出度高嘛，身材好嘛。咁但系调翻转啦，呢只咧其实个露出度咧，你话佢低，佢唔系，但系个肉个比例咧系好碎啊，好散啊。你冇一个大面积笼统地可以好多纹理，某一个可能上半身或者下半身，即系佢唔会露只脚。
佢有露下乳，佢有露肚脐，但系佢嗰啲位好快已经俾大量嘅白色去包围咗，咁所以其实佢唔会摆脱到嗰种好白色、好胶咁、好发泡胶饭盒冚咗落去嗰种感觉噶。唔系，我觉得佢唔想珍珠白咧，应该可以救翻少少嘅。呢、這个都系啊，因为加啲灰色落去，哇，好似冇啦，应该冇啊，把剑咯。把剑唔关事，我哋讲婚纱啫嘛，我喺度。系啊，咁所以就佢有透明位嘅，但系帮唔到咯。佢啲唔系透明，佢啲系条裙上有啲印花啫，粉桃花啊嘛。你可以咁讲咯，但系始终唔系喺你嗰个主视点嗰度可以抢到你摆脱到嗰种感觉咯。即系同头先嗰只 L L 系好大嘅对比咯。如果 L L 就黑色，由晒光有几多粉。L L 就系佢系一层层有唔同嘅颜色、唔同嘅光暗咁样落。咁然後肉同衫個 balance 其實嗰只係真係做得好嘅，即係我唔計點解胸前有個好奇怪粒。但係你即係覺得佢啲白色即係嗰件衫個布料白色先，喺呢度個白色就真係覺得好似淋咗層白油落去咁樣咯，係咯，差唔多啦。即係人哋淋紅油，你淋白油咁樣咯，有少少嗰啲感覺咯。係啊，咁所以依個係比較其實救得翻，不過佢上得唔好咯，第一句。依間廠上色唔會特別好嘅，我答你。咁所以就其实系冇得救噶，我哋拣啲系啦。我哋好似好奇怪，我哋今次点解可以全部嘢只只都系踩嘅咁啊？但系当我哋踩得嚟，我哋嗰啲嘢咧就踩得嚟，但系觉得咧呢啲其实都系比较好嘅嘢嚟嘅。有啲好老梗式嘅，或者系麻麻地就唔讨论啦。直情系因为好似冇乜讨论空间啊。喺嗰个 figure 嘅角度嚟讲啦，唔系女角嘅角度嚟讲啊。咁跟住啦，跟住呢只咧就系、是。悲剧的主人翁啦，我知好大怨念嘅，系啦，我又唔系好大怨念嘅，我睇得好开嘅呢啲嘢，同埋都本身一出已经觉得其实佢冇行噶啦咁样，炮灰啊，炮灰嚟嘅呢个又系，咁呢个就跑，伪恋啦，万里花啦，卡啦，咁呢只咧其实都系日期未知，价钱未知咁样摆喺度嘅，老实讲，呢只系靓嘅。嗯，见到呢只系靓嘅，丝袜 OK， 佢系简单嘅靓，佢同头先嗰啲咧有个好明显嘅分别嘅就系佢冇咁复杂，基本好多嘅，咁亦都似头先我哋用嗰个例子就系话，其实佢嗰种咧你会见到嘅，佢件衫系一种红黑嘅主调啦，嗯，都偏向话有光嘅颜色啦，打咗光落去啦，然后都好靠呢啲咁嘅正色位都做翻好多系一啲布料嘅就接啊。攞翻去嘅，有少量身體嘅紋理。就算你話上嗰只咁嘅絲襪咧，佢亦都係用一啲顏色嘅漸進嘅，特別喺條裙度，嗰啲紅色嘅唔同嘅 shadow 係做得好靚嘅。之前嗰只男子仲係白件，唔知佢啲紅會上幾多啦，因為我冇睇過佢原本張絲襪。咁但係咧，如果佢上到依種咁嘅紅，咁嘅層次分明加重 lace 咧，就的確係一絕嘅。咁但係呢只咧，我哋已經見到係飾件啦，咁而且個效果係。近年嚟都算是真的很出色的，如果你单以是想单色去作为一个比较，即是他用一种颜色用到一种，我又未所以叫他做极致，但是在效果上真的很好的。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讲就接那时候，过往你可能在好像都是什么 Elta 还是 GS， 我不记得了。刚才我们讲 UBW 剧场版那只林呢，嗯，其实佢都系一个红黑为主调咁啊，嗰件衫，佢嗰只仲夸张啲嘅动作，佢只高度咬腰啦，皱褶亦都好重嘅，嗰只嗰个衣里嗰、那个，唔好话皱褶啦，佢衣里嗰个屈曲咧，嗰啲皱褶咧系好重嘅，咁呢只就冇嗰只咁夸张，但系喺个上色上呢只系优胜啊嗰只嘅。但谂嗰只，因为佢件衫红色条裙系黑色，佢分开噶嘛，系啊，但呢个系连身裙，佢连身系由黑色渐变到红色，系一个过程，佢唔可以偷噶嘛系。你咁讲又唔完全啱喎，你讲嗰种渐变位咧，就纯粹系佢嗰个腰对下臀入脚嗰个位，嗰、嗯那个唔系佢领口都有少少嘅，系啦，嗰、那个盘骨关节位嗰位开始有渐进啫。我纯粹系讲话佢唇面下面嗰堆红，同埋佢心口嗰堆红，嗯，因为你谂嗰只佢做个最大局限就系佢件衫由非第一代。2003年开始出，你已经知道件是一件纯红和一条纯黑的裙，你不会突然间说不如你渐进红啦咁样，冇噶嘛。咁但系呢个唔同啊嘛，佢冇一种固有 fans 嘅束缚，咁所以就佢可以做呢种咁嘅上色。咁然后你见到做出嚟嗰个效果系好嘅。咁但系咧，
其實佢都有個局限性喺度嘅。佢個局限性咧就係、是，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啦 ，lace 有好多層 ，lace 層與層之間咧係漸進唔到嘅。嗯，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就係、是、隻手嗰個位咧係唔會出到噶啦，隻手就變咗係一撇紅色，好固定嘅紅色落去噶啦。咁你可以話依個係一個對比一下佢失色啲嘅位啦。對比翻下佢就係、是、件衫就好長嘅，仲長過個人咯。咁佢主要由佢嘅角度視點都係件衫，即係個肚臍個位啦，會係。係啊，但係 overall 嚟講就的確佢聰明嘅，佢見到下面用翻絲襪去調翻啦，同埋頭髮佢揚翻喺前面先，你浸率一執喺前面扭一扭咧，就會見到都分翻開啲係。咁隻手就唔計啦已經。嗯。同埋其實佢有個嘢都好 match 嘅，其實呢種紅黑嘅主調咧。如果你配一个黑色的台咧，就好 standard。佢配嗰个座台咧，就有一种偏向一种枫木地板或者柚木地板咁嘅感觉，然后再加少少花瓣喺下面嘅。咁所以成件事个感觉咧，那个卡通咧就好 match 嘅呢啲嘢。咁所以呢个就同红酒一样嘅感觉啦。呢个可以话系，但系咧你都系悲剧噶。我知啦，得啦，唔使再叫啦。唔系我撑佢嘅呢个系啦，最后一只啦，算可以话系喺个展览嘅新品啦。呢只阿友麦就好中意嘅，唔系我觉得佢咁多出入面算质素 OK 啫，系系啦。咁呢只咧就系 Saber 啦，又系 Saber 啦，太多嘅 Saber 啦 ，Saber 实在 Saber 遍天下，系咪有只有张卡系反 Saber 嘅？你话 FG 哦，迷之女角 X 啊嘛，唔系，即系你见到啊，头先咪前都讲噶，将呢个 Saber 崩咗下面嘅和服，换件呢一件衫上咧，佢系呢个 Saber 嚟噶啦。有英 Saber、魔神 Saber、一堆 Saber、乜叉 Saber， 你要问莫奈先生。Saber 就仲有几多种衫 ？Saber 有盔甲，Saber Lily 我当嗰啲刀档嘅盔甲啊。Saber Lily 系白色短裙啊嘛，有学生服版啦，女仆服版，有水着啦，一支一比十水着噶嘛，有美服啦，有私服啦。跟住你如果跟翻去之后，可能买版权 HGO 嘅出埋嘅，可能有其他积家版本咯，会系好恐怖啊！全部都 Saber 面啦，你买晒屋企就变复定危机噶啦，又系玩。唔系啊，有人系摆个成个柜都系 Saber 嚟噶，不嬲都有。嗯，我接受有啲人嘅。唔系，我觉得其实有个即系。离题少少啊！大家都知道近年咧，呢、這个创兔女郎一比四仙河嘅 feeling 咧，当年就凉宫春日非常之成功。嗱，凉宫春日仲有冇人知系咩嚟？呢、這个我唔计啊！问题就嚟啦，佢而家嗰啲咁嘅兔女郎，攞两只 God Eater 出嚟啊，攞只不起眼出嚟啊，哇！嗰啲真系为兔女郎而兔女郎噶，哇！差到咧～都话只要掹个头摆去着嘅一件衫得噶啦，几难啫。我谂紧我哋前几次，我哋先喺度讲啊，哇！佢嗰只英雄战机嗰只一流，跟住出几只垃圾出嚟，真系不堪入目啊！我好认真噶，我唔会收翻呢句嘢噶。唔系我哋讲英雄战机系讲嗰只 figure 啫。英雄战机嗰只真系好靓噶，但系之后出嗰几只，哇！大佬呢啲咩？我都冇讲啦，已经冇讲，睇都唔睇啦，已经。真系算把啦，嗰几只冇啦，所以就真系。冇，其实个选择系差嘅，真系你好做唔做做心奇冇人，已经难做。好做唔做做 God Eater， 嗰种感觉又系难出啊！感觉有几难出呢、這个咧？我哋之后再讲。我哋翻一只 Saber 先，呢只 Saber 咧。其实就冇特别嘅，我欣赏佢件和服啲染色染得几靓啫，染色就 print 嚟嘅啫 ，print 就冇技巧嘅，不过和服会加分咯，就系咁样啫，个头就唔计啦已经。咁你都几单一下，你就系、是、真系和服量就和服量咁样系嘛？系啊，和服量有保底五十分有其实，吓保底五十分，咁但系你觉得和服量值唔值13,000 yen咧？我哋讲 figure 先，我哋继续。哦 ，OK， 吓13,000 yen你可以货金啦，可以再抽过啦，或者可以买只师傅啦，吓咁呢个系 FGO 玩家嘅困局啦，吓咁啦。Anyway 啦，翻翻到呢只，其实你话佢有咩特别咧，就真系冇嘅。纯粹你话佢做嗰个效果咧，不过不失。你觉得个头根本就倒冇翻以前啲头咯，觉得系嗱个图就冇进嗰步噶啦，我可以答你。所以话倒翻以前只 figure 落去咯，就系、是、个头翻入去啫。十年前个头，十年后个头，年前个头系已经冇分别噶啦。尤其将相望佢后面个发髻咧，我觉得一样嘅，应该唔好咁过分。咁佢发型唔会转噶嘛？你所讲嘅一样系咩咧？就系、是、有啲分别嘅。那个分别系咩咧？以前个头系一个波，有两楷嘅，喺个头嘅正中间耳仔对上有一条好简单嘅南，一个东西南北分割线。
前面嗰撇头发一嚿件，后面嗰个卷卷一嚿件，嗯，你会见到好明显嘅。随住时日嘅进步咧，佢唔会系一嚿好圆碌碌嘅件嚟嘅，佢系圆碌碌得嚟，佢系有一啲发丝喺上面嘅，系啦，依个系嗰个分别咯。如果你要咁讲，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块面有分别咯，虽然分别好细。真系冇有收过嘅，就算你冇落画 C G 都有收过块面嘅，都比较削啲咯。喂，即系之前嗰只比较横啲嘅，佢啲算系瘦一啲。以前啲 C 牌面其实几肥嘅，所以咪瘦一啲咯。以前我仲系讲咗十五年前啊，但系所以我哋唔可以咁研究话佢都冇啦，算啦。系啊，但系其实佢依块面就 keep 咗喺度，我谂十年八载都系呢个样嚟噶啦，就都冇乜边只嚟。十几 figure 都 C 牌面嘅，难只倒模啫嘛，都系有啊倒模添，唔好意思。见和服啦，嗱，和服嘅人，你去讲讲啦，佢件和服，你欣赏佢啲咩咧？除咗因为佢系和服之外，而家听讲咧，佢和服有少少偷眼料嘅。即系我记得之前有几次 W 咧，如果系做一啲阔袖嘅角色咧，佢袖口做得几精致，佢会挑空佢。但今次呢只咧，佢面系偷眼料，佢袖口位系笑埋咗嘅，系特登唔做入面啲嘢，咁咪就唔使做中空位咯。其实悭咗位置，我觉得佢系你都可以咁讲嘅，但因为佢呢个系镇袖嚟嘅，长袖和服镇袖系咁就个袖口位，其实佢垂落嚟咧可以做好多，入面可以中空位挑空佢嘅，不过佢唔做出嚟，我觉得呢个系偷懒少少。但问题条腰带啊，同埋佢下面下摆嘅羊呢个感觉咧，其实 OK 嘅又系啦，我都系你唔讲我冇留意到只手啊，因为我和服我真系冇你咁啊，因为和服佢只手翘起嘅时候，下面嗰位空出嚟嗰下系一个美感嚟嘅，系佢哋做唔到。所以我如果系挑咧，佢系有挑佢条腰带同埋佢个下摆个分割位，其实做得咧。同埋其实我觉得咧，嗰把剑咧几多余。但系我觉得系咪做支撑位咧？无啦啦多支 walking stick 出嚟做乜嘢啊？你人哋准备要上战场厮杀啫嘛？你知啦，去到约会地方发觉条友一揽衫嘅，梗要出下刀嘅。咪咯，佢突然间着紧和服，佢要揸剑又会变翻夹噶嘛？你要知道风王结界依味嘢，你识条铁咩？你翻去抽你嘅概念伪装啦。咁呢只就冇乜补充嘅。咁其实我哋真正嘅主轴咧，系一开始已经讲咗。啊，补充翻多一句先，就系、是今次亦都提过嘅，我哋仲会有三只 FGO 嘅 figure 咧，系会 figure 化嘅。三只角色，三只面有两只得 C 白面，咁大家明白点样倒模用落去啦，好简单啫。有包括系一只黑精，黑精啦，复仇者版黑精。一个骑版嘅吴王，即系 Saber 骑职圣诞版，呢、這个圣诞节活动又送嘅 S L 角色。另外一只就师傅啦，师傅嗰只师傅嘅师傅版，白恤衫版啦，你可以话。老实讲翻一句，而家师傅有嘅 figure 咧有两只，系啊，即系 P V C 啦。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反其道而行嘅。普遍你两位咧，即系油马同树人觉得核突啲嗰只咧，我系觉得嗰只好啲嘅。喺个处理上，点解咁讲呢？我觉得要想一样好根本嘅嘢，点解飞或者某一啲 C G 嘅话做出嚟嗰只 figure 个感觉你觉得唔好，因为你冇嗰种雷角嗰种味道。咁其实你会发觉咧，即系嗱，虽然我唔系一个玩家，但系我用翻个感觉嚟讲咧，我觉得 F G O 呢只师傅咧，我唔讲话佢性唔性感、肉唔肉感先，我纯粹讲个头，已经讲过好多次嘅例子啦，呢个月。佢有一种史沙斯嘅画法出嚟嘅，你系要好强调就系只眼望嘅角度，唔系你望佢，系佢啤你，系啊，佢头恶气啊嘛，佢一定系要佢啤你，有一种高傲嘅女王嘅感觉。咁本来就是女王嚟噶啦，问题啊嚟啦，唔系我你冇挑呢个女王嘅问题先，系各种意味嘅女王啦，呢、這个大家自己自我代入，我唔理啦。你一只 figure， 你点样可以做到佢啤你嘅感觉咧？得，你昂起个头咪得咯。咁我谂嗱呢只啦，大家都知订紧啦。头先嗰个万三烟嘅，呢只冇万三烟咁多，呢只唔系万三烟咩？一万二千几嘛，连埋税应该，连埋运费就呢只咪就系所谓嘅万三烟啦。咁但系佢就有个问题啦。我知道佢系昂后咗噶啦，个头亦都有恶起。咁但系问题佢冇一种被逼嘅局限性啊。因为如果你话令师傅令我啲设定咧，你嗰啲个样嗰度咧，佢可以笠个面纱噶嘛？佢灵机一二嘅时候个面纱头，你可以笠面纱噶嘛？你笠面纱咧，有时有啲位系会避咗嘅。但系 once 佢唔笠面纱咧，老实讲，你个观赏角度同你屋企嘅摆法好有紧要嘅关系。你摆佢喺顶嘅柜顶或者假天花，感觉系会有嘅。你摆佢 eye level 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啦。咁呢个我觉得系
最唔好嘅地方咯。即系话咁讲话，佢个观察角度比较就局限咗。系啊，因为你佢同其他嗰啲唔同啊。其他嗰啲我哋最常讲就话，你要有个观察、欣赏嘅视觉出嚟，然后嗰个视觉系要即系我谂作为一个香港生活嘅人去讲啦。你要就到个 collector 自己观赏嘅角度或者居住嘅环境。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一定要摆佢喺柜顶嘅，咁柜顶我觉得又唔算真系好难揾个，我谂唔系大家好难摆嘅，你可能揾张电脑台摆喺个最顶嘅，咁都得。咁我吹你唔着。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佢好局限咯。唔系，因为嗱呢、這个可以答你嘅，因为其实佢原本一个版权配嘅角度，佢一个正面嘅角度望嘅话，咁佢预设玩家都系用翻啊收藏家用翻呢个角度去望。咁如果你见到啲相cut and deal嗰啲相咧，就可能啊影佢正面啊影佢侧面嘅时候，咁咪冇咗感觉咯会系。啊，你讲到正面啊嘛，正面就系呢张啦。咁正面嘅话咧，你就觉得哇系咪第二个人嚟噶？唔系呢个正面，佢块面正面唔系正面。系咯，呢个就系个重点咯。佢块面嘅正面唔系正面啊嘛。佢块面嘅正面唔系你 expect 面对面佢嘅角度啊嘛。佢永远就要居高临下嘅，佢作为一个女王咁望住你啊嘛。避住你。其实你见到最大嘅感觉就系、是，你哪怕你睇个电视嗰、那个，即系而家嗰个水着 event 啦，嗰个广告、你都见到噶。即系特登整到一个样式。佢零零舍舍系咁噶，但系嗱，我首先我唔讲话，即系你话角度。角度冇错，你可以屋企点摆得，你可以就。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喺上面望落去嘅角度，嗰幅狮子个女角只眼系唔会同你平望只眼一样咁高噶嘛？只眼系会窄咗噶嘛？但系你做 figure 点可以做窄咗只眼呢？你系做唔到噶。咁所以你点样可以做到就系、是、你要做到你喺上面望落嚟 OK， 然后平望 OK 咧，系唔会有可能嘅。咁呢个就正正点解我一开始就系话系我唔会否认呢只系你话喺嗰个狮子嘅选用喺件身材嗰件布料做出嚟嗰、那个你整体个感觉啦，即系我用一种好基本嘅角度啦，喺个女体嘅显示嘅角度嚟讲系吸引嘅，我谂大部分人都冇乜抵抗力噶啦，见大家啲货金不断咁倒落去嘅话系啦，不过呢只唔使货啊，大家吓水着嗰 part，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冇咗个面纱。你就好被逼一定要面对呢个问题，就系、是、角度同只眼嘅高度，咁呢个就死噶啦。同埋调翻转咧，就算你佢讲得好，嗱，你去睇发售网嘅图，佢全部都同你用黑色底，张相亦都系偏暗嘅，全部都好暗嘅，基本上亦都冇正面，全部系侧面，零正面相嘅基本上系有一张咯，但系你好难，即系你都放唔到大噶啦，佢呢张正面相系就系啊，佢都唔会俾你 zoom 到好大，基本上。佢用嘅正面一定系全身嚟嘅，佢唔会有一张系半身想出正面嘅。呢只系好明显嘅，佢正面永远一定系侧紧啲噶啦，唔会正嘅。呢、个其实亦都可以话系 Saber 过往做嘅问题，亦都可以话系武奈女嘅角色嘅问题，就系、是、其实佢正面块面系几阔嘅。你话佢系由好元祖，你由月姬嗰个年代开始，你系 Type Moon 嘅 fans， 你一定知佢本身啲 CG 飞人嘅面系阔嘅。同烏冬屋一樣，好似嘅烏冬屋以前亦都係話飛啊，所以其實好 match 噶，因為大家塊面都係闊噶嘛，係啊，咁所以其實咧，依只嘢咧，佢啲頭髮係散開，佢聰明，佢即刻左右執翻兩執埋去跨住個邊，但係跨住個邊之餘咧，佢下面嗰塊面始終係一定有翻唔上下闊嘅，然後你塊面要嘗試將隻眼做矮佢，問題嚟啦，你隻眼佔塊面嘅比例細咗。然后佢下面系一块平面面，佢冇特征。你见到有个好吊诡嘅口红喺度笑哈哈咁样，又唔笑，哇，好恐怖啊，大佬！农历七月即系差唔多完啦，大家开始食月饼。其实乜月卖嘅，放心，过季节噶啦。啊，万圣节 Halloween 话系唔好意思。系咯，吓，我觉得就咁两睇啦。大家要明白，万三 yen 喺只 game 度可能都冇师傅，其实咁呢度有只师傅啦。咁睇大家点嘅啫。唉，而家啲人真系烧极啊，真。你是要讲我要花几多个晚三 yen 可以获得所有嘅师傅啊嘛？大家有几多财力啊？睇大家嘅钱包嘅钱啫。虽然大家唔系货长啦，咁但 anyway 啦，老实讲，你撇除个头，咁你话佢一个新嘅处理上诶 ，OK 嘅出色，我唔会话系 OK 嘅。唔系，暂时嚟讲，两只狮象佢 OK 嘅。咁你冇得比较啫。我知未？但问题之后，咁之后可能得其他狮象，但我哋睇唔到，我唔知噶嘛。暂时得呢只住，咁呢只 OK 啊。但系你越作为一个玩家，作为一个有货金过嘅玩家，你望到佢件衫嘅 layout 度，你觉得呢种咁嘅质素 OK 啊？做出嚟，
得噶啦，佢喂周接啊喷色上都算正常啦，系咯。O K， 咁你哋觉得 O K 咪得咯？系啊 ，O K 啫嘛，唔系，不过比较期待佢之后个师傅版啫，系。呢、這个我认同、哦，呢、這个我认同、哦，认真。因为师傅版佢露嘅肉比较多，同埋佢白件，即系你咁样考功夫嘅系。系啊，唔系呢日你唔可以用头发印啦，已经系你印唔到。系啦、啊，第一头发冇啦，第二就系话佢系平望嘅。呢、這个是很得意的，好好期待佢做出嚟系点样。所以技术比较高系咯。第二佢嗰件唔系纯白色的恤衫嚟嘅，佢、嗯、有暗花直条喺度嘅。系、嗯、啦，我好期待就系佢暗花直条做出嚟嗰个效果系点。同埋只脚全部都露出嚟啦，系睇佢点样收啦。呢、這个系可以话系一个特别嘅。另外嗰两只就冇期待性噶啦，特别中间嗰只。你谂下黑精应该同呢只差唔多嘅，同我哋讲嘅师傅差唔多，都系全身黑色啊，不过多啲盔甲啫，会系金属系咯，同埋块旗。但系佢调翻转噶嘛，佢耷低头噶嘛，系啊，佢唔系昂起头噶嘛，系啊，所以呢只其实就唔会有个问题，同埋佢最大分别，佢个头系有甲噶嘛，嗯，咁但系你师傅冇噶嘛，所以师傅调翻转就系你一冇咗个面纱，你就会面对头先个问题，除非你。唔系你系平网咯，好似依只咁样咯，佢好似依只师服版未出依只咁样，咁、嗯、就会避咗个问题。咁 anyway 啦，呢个我哋睇下佢下次可以有白件啦，或者色件未啦。咁呢个就下次再算啦吓。咁今日就去到依度，咁我哋之后再见啦，拜拜。嗯，拜拜。